各位空中圣经学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平安，我是刘信之，欢迎各位继续收看耶利米书的课程。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十七课，题目是西底家最后的机会，经文是在耶利米书第三十七章以及三十八章。今天我们看的这两章经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那就是南国犹大已经濒临亡国的前夕，时间就在公元前587年的年底一直到588年的年初哦。当时距离亡国的日子只剩下大约一年半多的时间了，当时的国家政策整体来说就是处在一个非常的紧张而且很诡谲的状态底下。那时候国王是西底家王，他从耶利米预言自己的哥哥约雅敬的结局以及侄儿约雅金被掳的这些事件当中，他终于知道耶利米是真正的先知，因为先知的预言是不会落空的。可是西底家的身边又偏偏充满了一群很讨厌耶利米的人，而这一群人的态度非常的恶劣，然后他们的势力又非常的大，他们的手腕非常的强硬哦。所以西底家王虽然是一个君王，但是非常的怕这一群大臣。不过即使状况十分危急，上帝还是给这位南国犹大的末代君王西底家一个最后的机会。每一次的危机其实都是一场转机，问题是西底家王他把握住了吗？我们可以从这两章经文当中来一窥究竟。话说西底家王他当时是因为他的侄儿约雅金王被掳之后，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特别设立的摄政王，因此当时在许多南国犹大百姓的心目当中，他们觉得他们真正的王是被掳的约雅金，而不是被尼布贾尼撒所设立的这一位西底家王。多年来其实西底家王当时内心应该是非常的彷徨跟害怕，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其实在百姓的心目中，他们等待的是约雅金王的归回。其实对他来讲，他的内心何尝不希望在第二次被掳的事件当中，他的侄儿以及被掳的太后还有许多的朝臣百姓能够有一天真的被掳归回。可是在某个方面呢，他内心又缺乏安全感。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侄儿约雅金如果归回回到了南国犹大，可想而知百姓们一定会把这个王位再次还给这一位约雅金王，所以那意味着西底家王要再次把他的王位拱手来让给他的侄儿哦。所以西底家王对他来讲哦，他当时坐在这个王位上，他充满许多的不安全感，所以某个方面他特别需要他身旁的那些大臣对他表达忠心的支持跟鼓励。无奈呢，他身旁的大臣多半都是一群亲埃及派的势力，加上当时的埃及法老王尼哥他已经去世了，后来埃及有了新的法老王叫做何弗拉，那这个何弗拉法老他颇有一番作为，所以西底家王旁边那些朝臣就开始蠢蠢欲动，他们就开始劝这个西底家王说何不妨我们再次去巴结一下埃及，请埃及来帮助我们。所以西底家王他因为个性非常的胆小他的耳朵很轻他就再次接受这一群亲埃及派的人的建议。那当时这一群人就告诉西底家王说，我们有一个靠山就是埃及法老何弗拉，我们何不妨就一起来背叛尼布贾尼撒吧。所以西底家王他就公然的背叛，他完全忘记耶利米曾经对他的提醒。当然我们可想而知，新巴比伦帝国的尼布贾尼撒王是一个很不好惹的大头狮子所以当时尼布贾尼撒发现这个南国犹大的君王怎么又搞背叛，而且这次 搞背叛的是他所立的西底家王时，这个尼布贾尼撒王马上就决定派兵来剿灭南国犹大。那这件事就发生在公元589年，
他在589年年底就开始采取这一场报复行动。那没有想到，他三两下竟然就把南国犹大的两座重要的城，就是这个亚西加跟拉吉哦，一举攻下。当时整个大军已经逼近了耶路撒冷，所以西底家简直是吓破胆了。他没有想到背叛尼布甲尼撒所付出来的代价是如此的沉重，所以他连忙去找人了，赶快派人去找这个耶利米，请求耶利米一定要为他来祷告上帝。那有关于这一段经文，我们在耶利米书37章的第三节可以看到。另外，我们从耶利米书34章的记载当中也得知，当时在这个危急的过程当中，西底家王他做了一个好事啊，那就是遵行上帝的诫命，释放那些已经当奴隶超过7年的同胞。这群人为什么当时当奴隶呢？他们可能是因为家境贫穷，不得不将自己卖身为奴。但是按照圣经摩西律法的规定哦，自己的同胞因为穷苦的缘故卖身为奴，但是呢，他们做到第7年，也就是安息年的时候，那些主人就有义务必须要将这些奴隶啊无条件的释放。可是当时南国犹大他们没有做这样的一件事，而耶利米也指责他们。眼见当时西底家王看到尼布甲尼撒大军压境，他非常的害怕，他就想到说，哎呀，我一定要求耶和华上帝的帮助，我一定要遵行他的话。所以在圣经里头就曾经在34章耶利米书里头记载，他就释放了那一群奴隶回到他们的家里头啊。不过西底家身边的那群亲埃及派的政治人物啊，他们可没有完全放弃去寻求埃及法老的支持。所以根据上个世纪考古重要的发现，也就是拉吉信件那21片的陶片当中，其中第3书里头有一个记载啊，那里提到公元前588年的夏天，南国犹大这一群亲埃及派的政治人物赶紧派了一个犹大军官前往这个埃及去跟法老求助，所以埃及法老王何弗拉也没有让他们失望哦，马上就派埃及的军队前来援助耶路撒冷。当时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发现前有耶路撒冷南国犹大的人，后有埃及的军兵，所以迫于无奈只好暂时撤军，不再围攻耶路撒冷，而是调军回击埃及的军队。这是我们今天讲的耶利米书37章里头的一个重要的背景。新巴比伦帝国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族群，就是加勒底人。在圣经当中常以加勒底人以及巴比伦人做一个互通，做一个同义词哦。那当时的巴比伦的这个加勒底军队一离开啊，西底家王以及那些政治人物啊，他们就乐翻了，他们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喜悦，完全把遵守耶和华上帝的诫命抛诸脑后。他们又想说，哎，现在日子又太平，我们需要有一些奴隶来服侍我们，所以马上就把先前信誓旦旦告诉上帝说我们不再奴役同胞的那群可怜的奴仆们全数召回，继续的来奴役他们。这件事曾经引起耶利米的大怒，而耶利米也在耶利米书34章那里指责他们了。当时耶利米就警告他们说，你们所作所为不公不义的行为上帝都看到了，上帝会惩罚你们，所以你们不要得意忘形，以为巴比伦的军队已经完全撤离，小心他们待会儿就回来了，你们所倚靠的埃及只是无用的，你很快就会发现事实的真相。由于先前巴比伦已经围困耶路撒冷大约4-5个月的时间，所有住在外地的人当初在办事的时候，全部都被困在耶路撒冷城里头，所以很多的百姓纷纷赶快趁着这个围城的危机暂时解除的机会，他们就准备出城回到
他们的家乡，其中也包括准备要回到这个亚拿图城哦，来继承他自己祖产的耶利米。这一段经文在耶利米书37:12有记载，当时他准备穿越耶路撒冷的便雅悯门，这一座门这一座这个城门又称作所谓的北门。突然他在这个北门的时候哦，被这个守门官叫伊利亚他给拦住了。为什么呢？因为伊利亚他发现了耶利米，他知道耶利米从过去一直到现在不断地提到我们要投降巴比伦，因为我们无法抗拒巴比伦的大军，我们越早投降哦，越能够保住全城的人的性命哦。那当时其实在南国犹大上上下下很多人是讨厌并且不能接受耶利米这样子的一个教导，所以当时伊利亚他发现出城的群众当中包括耶利米的时候，他误会耶利米是要去投降巴比伦大军，所以当时这个伊利亚他就一把抓住耶利米，他说你要去投降他们，你要去串联敌人，对不对？你刚刚还在城里头发预言说巴比伦大军还会再回攻我们，你现在是准备要跟他们通风报信吗？所以呢这个耶利米就被逮捕了。原本这个被围困在耶路撒冷当中有一些人啊，已经非常的愤怒巴比伦大军这样子的这个威胁他们把这一股气哦就宣泄在耶利米的身上，所以他们觉得太好了，我们刚好有一个理由来抓住耶利米，将他监禁，然后慢慢的虐待他，折磨他致死哦。所以我们发现到耶利米他还来不及回到他的故乡，他又再次被抓回了耶路撒冷城，被囚禁起来。不过就在那个时候，内心忐忑不安的西底家王出现了，他还是觉得很害怕，所以他特别偷偷的派人啊去找这个耶利米来问话。耶利米书37:17-18的经文就提到，西底家王打发人把这个耶利米找来，在自己的宫内私下问他说，从耶和华有什么话临到没？耶利米就说，有，你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所以呢西底家王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听到这样的一段预言之后啊，他的内心是更加害怕的。圣经提到西底家王当时是私底下偷偷摸摸的找耶利米啊，可见他个性非常的懦弱胆怯，不敢表明自己的立场，只能任凭那些亲埃及派而且讨厌耶利米的人来摆布西底家王他的政治立场。不过西底家王还是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也就是他应耶利米的要求，把耶利米移监到这个王宫旁边的卫兵院。我们先前从耶利米书32的经文当中知道，当耶利米被囚禁在卫兵院的期间，他叔叔沙龙的儿子就曾经跑到那里去找他哦，主要是要请求耶利米买下他们的田产，而耶利米还当真就掏出了银子哦，来定下契约，买下了那块田产，以此来证明，虽然我们会经历亡国之痛，但是有一天上帝会把我们带回这一块地，这一块地会再次蒙受祝福。耶利米以实际的行动来证明上帝的应许。不过虽然耶利米他已经宣告了这样子的一个带着盼望的应许啊，但是那些亲埃及派的死硬派的政党啊，是一点都不领他的情。他们一听到西底家王把耶利米给移监啊，就是这个监狱移到另外一块地方，他们马上就去告诉这个西底家王说，把耶利米处死吧，因为耶利米讲的话啊，让我们的心胆怯。为什么呢？因为耶利米书38:2-4这么记载，这一群人告诉西底家王说，耶利米告诉我们住在这个耶路撒冷城里的接下来会被刀杀，会遭遇饥荒跟瘟疫，而出去归降巴比伦加勒底人的必定存活。然后呢如果我们愿意降服，我们就可以保住我们的生命。这一座城已经命定交给巴比伦王的军队。然后这一群人告诉西底家王说，你一定要禁止耶利米的口，他再这样乱讲话下去，
我们城里所有的人的心就消化了，我们的手会发软，我们没有办法征战，没有办法对抗敌人。所以耶利米这个人不是为百姓以及耶路撒冷求平安哦，而是叫我们受灾祸。西底家一听到这些亲埃及死硬派的人这样的一番话，他心里又开始害怕，胆怯动摇。他就告诉这一群人说，好吧，耶利米在你们的手中，就随你们摆布吧。我们从这件事上再次看到西底家王的三心二意。于是那一群人就把耶利米逮住，把他悬挂在一个有淤泥的坑当中，让他饱受在地下湿气的侵蚀，然后既不给他吃，也不给他喝，决定把他活活的折磨死了。当时在西底家王旁边有一个非犹太人，他只是一个是一个皮肤黑的非洲人，也就是来自古时的太监以伯米勒。他不是耶利米的同胞，但是他看不下去了。他知道耶利米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先知，是上帝的仆人。他不晓得为什么他们的同胞这样的苦待耶利米，所以他为耶利米向西底家求情了。西底家王又开始摇摆，他说，这样好了，这个以伯米勒啊，你赶快带30个人啊，趁着耶利米还没有死之前，赶快把他从这个污泥坑当中拖出来啊。想必在发生这一连串的事件之后不久，哎，真的如同耶利米所说的，巴比伦加勒底军队又再次卷土重来啊，他们又很快的来围攻耶路撒冷城。原来事先出兵要救这个耶路撒冷南国犹大的埃及军队啊，一看到巴比伦暂时不围剿耶路撒冷，转过来对付他们的时候啊，这一群这个埃及军兵哦，吓得拔腿就跑。结果两方阵营都还来不及打仗哦，有一方就先逃跑，三两下就解决这个问题哦。这个巴比伦三两下就解决了这个埃及这个本来要攻打他们的问题，所以巴比伦很快又调动军队回来围攻这个耶路撒冷。所以当时西底家发现耶利米的预言又再次应验了，怎么办呢？死到临头了。想必当时的西底家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哦，他赶快又派人把耶利米找过来，想从耶利米的口中听到上帝的话。当时的耶利米一直没有摆脱险境，虽然他暂时被人从污泥坑当中拉出来，但是圣经也曾经记载，他当时一天只能吃一块饼啊，他的身体严重的营养不良，而且受到许多人的恐吓威胁，朝不保夕啊。按照当时耶利米的年龄来推算，其实他也算是一个到了60多岁的老头子啊。对他来讲，其实他的嘴巴如果甜一点哦，带给他的好日子会好过，也能够解除他的困境。可是当西底家又再次去询问耶利米的时候，耶利米的口风都没有松软过，他的立场跟他先前的教导一直都是一致的。根据耶利米书38章17到18节的记载，耶利米告诉西底家说，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上帝说，你如果出去投降巴比伦王的首领，你的命就会存活，这一座城也被保住，不会被火焚烧，你跟你的全家都会活下来。你如果不出去投降呢，这城必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他们会用火来焚烧，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西底家当时就告诉耶利米说，不要使人知道你告诉我这些话，你就不会死。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否从这其中看到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西底家其实相信耶利米讲的话是真的，他晓得耶利米是属上帝的真先知，可是他不敢面对耶利米的话。为什么呢？因为耶利米的话是真理，而西底家里面充满了许多的恐惧，使他回避真理，不敢让自己诚诚实实的接受上帝话语的挑战。西底家他实在错过太多次的机会了。我们可别以为耶利米
在耶路撒冷陷落的前夕，受困在耶路撒冷是一件倒霉透顶的事啊。我相信耶利米自己应该也不会这样的想，认为自己是一个倒霉人，因为他晓得上帝给他一个特殊的使命，就是让他以一个上帝使者的身份陪伴百姓受苦。而在这一群百姓当中，有一个就是像西底家王这样的人，他十分的软弱，信心始终摇摆，但上帝就是让耶利米陪伴这一类的人走完在王国前夕最后的路程。自始至终，我们发现耶利米从耶路撒冷有粮食，一天可以吃一块饼，到最后他连一块饼都没得吃，这种光景当中看到他为他的使命受苦，他为着诚实面对上帝所交付给他的真理受苦。在那个过程当中，有两度他成为西底家的心灵捕手，他在西底家心乱如麻的时候给他最中肯的教导跟建议。很可惜的是，西底家一次又一次的错过耶利米开给他治愈灵魂的药单哦。西底家他出于惧怕，对上帝的话没有信心。为什么？他怕自己出城投降会被一些讨厌他的犹太人将他交给那些巴比伦人，甚至也怕巴比伦人抓了他之后把他交给一些讨厌西底家的犹太人来虐待。西底家出于很多的惧怕，他保住自己，结果没有想到失去整个国家，让整个国家因他的决策而受苦。我们后来发现，在公元前586南国犹大整个亡国的时候，整个国家几乎是陪着这个信心三心二意的西底家一同陪葬。而公元前586那一次的亡国，一亡国竟然就2000多年，直到上个世纪1948年以色列奇迹似的复国为止。在这2000多年的岁月当中，他们虽然曾经在公元前2世纪短暂建立哈斯摩尼王朝，夺回政治的主权，但不久又陷落在这个罗马帝国的统辖当中哦。我们从西底家的身上看到，人面对真理是需要勇气。耶利米他的话代表上帝要让他所传讲的真理，而真理常挑战人的内心深处，迫使我们的生命当中一些邪情私欲暴露在上帝话语的光当中，这种感觉并不舒服。因此西底家固然一次又一次接受上帝话语的光照，但他也一次又一次宁愿选择活在谎言的安乐窝里头。他原想保住他的王位，掌握身旁大臣对他的支持，没想到反而因此断送整座江山，而且也让许多百姓国家跟着他一同陪葬。反观耶利米，虽然他是一个上帝派来的大使，却无法尝到被礼遇跟重视的待遇，反而他经常跟一群罪人受苦，跟一群悖逆的人挨饿受难。他在不断说真话的过程当中，被一群不断说假话的人陷害，可是他始终在生命最危机的时刻坚持他的立场。某个方面，我们把西底家跟耶利米来做一个对比，你发现他们的态度、他们的信念真是天壤之别。在过去几次带领各位思想耶利米的课程当中，老师很喜欢拿耶利米跟上个世纪被称作德国社会良知的潘霍华牧师做一个比较。他们的处境非常相似哦，都活在一个兵荒马乱、国家社会陷入败坏的光景当中，但是因着他们保持一颗清醒的心，结果反而为他们招来更大的孤单。然而他们的信仰又不断地支持他们在那个世代当中扮演良心的角色，不断地向他们同胞传讲悔改的信息，直到他们殉道的一刻。潘霍华曾经说，当上帝呼召一个人的时候，是呼召他来死。我们从耶利米身上看到了这一点，那就是舍己。这是我们今天的耶利米书，欢迎下次继续收看。